央政治局委员、上海市委书记、上海世博会组委会第一副主任、执委会主任于振声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。下面我们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宣布。于书记、韩市长，还有各位朋友们、同志们、朋友们，受大会委托，我荣幸地宣布，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重庆活动周现在开幕。